我爬了1988个台阶，只为一睹他的芳容。然而一场浓雾让一切落空。看得见我吗？站在断剑仙桥，看着眼前的迷雾，我祈祷一缕阳光的到来。就像我们很多人，纵身在最高处，却浮云遮望眼。巧遇雾海仙境，难道我不该感谢上天眷顾吗？桂青山从不向春夏秋冬起誓，荣枯随缘。我站在雪鹤禅院，却在执念另一份美景。心中有光，豁然开朗。这里钟声空灵，涛声久远。树上的祈愿带，掉落的松塔，草木上的露水，都是最美的风景。任凭雾气化雨淅淅沥沥，也不在乎，不必强求什么，只是在这里走一走，就看见了它的险奇和秀美。